是月亮姐姐，小朋友赶快准备你最可爱的微笑，跟我们一起跳这首微笑嘟噜噜。快乐就微笑啊，开心就微笑啊，快丢掉你的无聊，我们一起玩。白云也微笑啊，花朵也微笑啊，无论去什么地方都要来作伴。嘟噜嘟嘟嘟噜嘟嘟，扬起风帆就要出发，嘟噜嘟，开向我们的秘密基地，嘟噜嘟嘟嘟噜嘟嘟，加满梦想欢乐起航，嘟噜嘟，载着我们的甜蜜回忆。快乐就微笑啊，开心就微笑啊，快丢掉你的无聊，我们一起玩。白云也微笑啊，花朵也微笑啊，无论去什么地方都要来作伴。嘟噜嘟嘟嘟噜嘟嘟，扬起风帆就要出发，嘟噜嘟，开向我们的秘密基地，嘟噜嘟嘟嘟噜嘟嘟，加满梦想欢乐起航，嘟噜嘟，载着我们的甜蜜回忆。我们是好朋友，猜猜王，快来拿宝藏！耶、yeah, ！一起玩猜谜，开始喽！嘿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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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在嘿呦，小朋友你们别害怕，给你一个提示，两个提示，来玩。为什么大力跟小巴今天要一直嘿嘿嘿的笑啊？对呀、啊，有可能是等一下的题目或是答案很有趣啊。那小朋友，我们一起跟他们说，开始挑战吧！一起说，开始挑战吧！什么？你们要跟我们挑战？我今天可是很幸运的哦，因为我出门的时候捡到1块钱金币。没错，我们今天一定超级 lucky。有了这枚幸运金币，我们今天猜谜一定会赢。没错，没错，一定会赢。船长，请给我们第一个提示吧。谢谢船长。第一个提示是地洞，今天就是要猜一种住在地洞里的动物哦。不、哦，他可是个挖洞高手，哇哇哇哇哇！哦，住在地洞里面，而且又会挖洞的动物有很多哎。嗯，小朋友，你们有想到哪些呢？有什么？田鼠，还有呢？老鼠，老鼠，老鼠，小朋友，你们真的好厉害哦！这么难的提示，也可以想到这么多答案呢。不过，让小巴我再提醒大家。这种动物啊，它还会，那打呼？哎，不是啊，是，啊哈，是打瞌睡。啊，也不是啊，是会冬眠。
哦，会挖洞又会冬眠的动物，小朋友赶快想一想哦。没关系，我们还有第二个提示，再来听听看。没问题，船长，请给我们第二个提示。谢谢船长。咦，仙人掌，意思是说啊，这种动物跟仙人掌一样，全身都是尖尖刺刺的。遇到敌人的时候，它的刺就会竖起来保护自己。而且它的手跟脚还会缩起来，变成一颗刺刺球。如果敌人想要咬一口，保证痛得你吱吱叫。全身刺刺尖尖的动物，小朋友好像有答案了。那电视机前的小朋友，你有答案了吗？巴拉巴拉哔哩巴拉猜不到，巴拉巴拉哔哩巴拉猜不到，猜不到猜不到，永远猜不到。小朋友一起说。答案是刺猬。啊，是刺猬吗？我们请船长公布正确解答。住在地洞里，全身尖尖刺刺的，遇到敌人的时候会把刺竖起来的动物就是刺猬。哦，他们猜对了啦！耶！帮自己拍拍手。刺刺，小心哦。失败了，真是叫人伤心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好运还是不来临。这次输得惨兮兮，哎呦！海盗们，是的，船长，接受失败的惩罚吧！啊！哎，奇怪了，怎么有幸运金币？还是输啊？对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对，难道它是假的？什么假的幸运金币？啊，难怪会输。试试看哦。纸做的。小朋友，赶快动一动脑。这么多美丽的小石头，可以变成什么可爱的图案呢？加油，加油！答案就快要出来了。没有错，美丽的小石头再加上简单的线条，哇，就变成了爱游泳的企鹅。Sunday, Monday, Tuesday, Wednesday, Thursday, Friday, Saturday. 月亮姐姐，这是什么歌啊？好像很有趣耶。这是星期歌啊，可以学会一星期的所有单字哦。哇，那我也想学，我们一起唱好吗？好啊，好啊。Sunday, Monday, Tuesday, Wednesday, Thursday.Milk, milk. 牛奶 Money, money. 钱 Mystery, mystery. 神秘 Monday, Monday. 星期一 Middle, middle. 中间的 Muffin, muffin. 松饼今天不但学到好听的歌，还学会好多由 M 组成的单字。嗯，小朋友，你们都记起来了吗？巴布 ABC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别让每天颜色一样，别让黑白成为习惯。Baby my dear， 我们一起。Daddy my。生活忘了改变，别让忙碌。
摘。